我的人生里再也没有春暖花开的那一天。是谁？是谁来过这里？而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意义，就是金蛇武士。今日斗香会，烟结相师，主题春花。今年是齐香阁叶家家主主办斗香，这才请来了君臣娘娘。叶家是制香名门世家，又是多年魁首，自然贵不可言。哎，这女子也是来参加斗香的，估计啊，就是来叶家见见世面。韩娘，我又回来了。姑娘请在此等候。叶不寒，十年终于见面。你就是我叶博今天的对手。这里虽然是叶府，但叶公子这样抓着小米的手腕怕是有些不妥，何况你要与白家姑娘成亲了。你叫什么？小女陈如梦。如梦？夫人和郡主果然珠宝才贵，旁边那位想必也是高门贵人。这两位相师是今日斗香的押台。此女我从未在香会上见过，竟能斗到最后一关。万一叶家输了呢？在下齐香阁叶家，叶不寒。小女睢阳小户陈如梦。睢阳还有制香师。那就开始吧。第一轮，闻香十方。安远，今年斗香的主题定为春花，我就是为了庆贺你和不寒的婚事。叶老夫人，你们白叶两家联姻，那真是喜上加喜的大好事。平谷白家是上京首屈一指的药材大户，安远又是我的义女，这桩婚事怕是得十里逢庄啊。
灰白龙涎香。为君一指老山塔麝香人。微臣牙庄白青龙耳富森红右拳梅花王。泛蓝乳香老安息藏红花白木老金柏帝君三臣九还有十八府来配伍。这睢阳女子调制的香竟然和你孙儿一模一样，看来这香是斗平了。那就请二位各自燃香吧。第二轮燃香赏花。香块虽为花形，但不足为奇。熏香又点燃了，竟然是粉色的耶！此香名为海棠春令，香气多为白色和蓝色，粉烟可谓是闻所未闻，难得一见。这香形逼真，香气清甜，神似春花。那看来今年的魁首还是我叶哥哥了。陈姑娘，该你了。韩娘，今日就当与你祭祀。这尊石山景观竟是香炉，真是飞流直下的仙境之感。此香名为凌香山海。大胆，竟敢在我叶府燃死人香，你是何居心？死人香？回郡主娘娘，此香是通过烟气倒流的方式将亡魂从阴间带回阳间，故而被称为冥府之路。仙人在天，此香由上而下，寓意天上神灵保佑我们，故小女作此景观香。此香感官虽好，但香气太淡了。恕小女冒昧，小女认输便是。有蝴蝶飞进来了，竟然有蝴蝶焚香而来，此香可赛过真正的春花。蝴蝶春花，小女不曾想竟与叶公子如此心有灵犀，竟做了同样的配偶。确实心有灵犀，无意间捡到陈姑娘的配饰，特意来还。多谢叶公子，这是小女母亲留下的遗物，小女一直佩戴在身上，幸被公子捡到。
叶公子又不是小女的夫君，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。沉香微醺，轻烟如梦，你要不要和我成亲？祖母，叶家早已亏空，一副白家财力不是长久之计，只有娶了今日那位睢阳女子，叶家才能在上京城活下来。能让叶家毁于一旦，助我复仇，是你的心。镜上故事的乱象，同岁月滋长，成女的刀伤，身作儿的绝唱，救赎了欲望，与狼共舞，爱意埋藏，梦寐不忘的香囊，日复一日永续滚烫，彼此而过的怅惘，刺痛着心房，情字难解的断肠，曾抵似水目光，悠悠情意心香，为你的模样。